时尚宝宝啊，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叫就是摸颜色，好不好？你们看看身上都有些什么颜色，然后姐姐说一个颜色，你们马上就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在别人身上找到这个颜色，好不好？然后我开始说了啊，弟弟知道吗？红色。姐姐说啊，姐姐说，黄色。你慢了，你要表演节目。喂，还有他。他也是黄色啊。OK， 再给 Eric 一个机会啊！姐姐说蓝色，有爱他，对，Eric 就是你身上也有蓝色啊？是吗？对呀、啊，这是蓝色吗？这个好像黑色，蓝色。哎，你爷爷好像像紫色，紫色啊，紫色。你们最喜欢什么颜色？蓝色，黄色，黄色。弟弟最喜欢什么颜色？这个是蓝色。蓝色你最喜欢蓝色，艾瑞最喜欢什么颜色？我最喜欢绿色和紫色。绿色。我喜欢黄和蓝色。蓝色。黄绿。黄绿。哦，为什么？因为黄的像金子，绿的。哎，我喜欢蓝绿。很像。不是蓝绿，是蓝黄。啊。不是，你就是蓝黄。黄绿，橙。橙，那我们现在一起来找那个橙色、橘黄色在哪里？黄色，哎，这个啊，墙壁就是橘黄色的。来吧，墙壁就是橘黄色。九是不是永远都是自己啊？不知道，你再数一遍就知道了。对，如果他对九永远都是自己哈。五呢？五也是自己。九应该不是啊，你四个人嘛，是四的倍数嘛。一二三，对不对？五六七八九，不是的，是不是？要十吧。1 2 3 4 5 6 7 8，还是自己。啊，那要十，要不一八。哎呀天哪，那你说个数吧，好不好？要不我们来说一个加法题好不好？你说一个数，我们大家来算数。100×100。我知道。200。错了，你的表演节目。100×100怎么是200？我我知道100。那个是几个？
男女？红帐子。你要跟他们亲亲吗？是什么妈妈？麻屋子。红帐子。麻屋子里面住着白胖子。哦，红帐子麻屋子里面住着白胖子，打一种吃的东西，一种。对，你知道 ？I know。一种 nut 是什么？豆豆。不是豆豆。我知道花生。哎呀，真聪明，是不是花生？我在。再猜一个。我知道我一个，你说，就是，你说故事吗？可以，就是，等，豆小小，我忘记了，你忘记了就要受到惩罚了，艾瑞，你就要表演节目了，你给大家唱个歌吧，好不好？唱个铃儿响叮当的，不要，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妈，我脚好热呀！我喜欢这些歌。那你喜欢唱什么？那喜欢。脚好热。你们两个沟通一下。歌全都我全部都喜欢。真的，不喜欢唱歌。那你平时最喜欢什么？你喜欢臭美吗？我脚好热。那你们有一点啊。你会不会唱歌？我会唱一首英文歌。那你唱一首英文歌。照亮我的天，照亮我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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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哦，对，我有个话想跟你说。你说，就是我好像有一个不是一个歌的一个词啊。不是一个歌，你完蛋了。不是一个歌，是一个词，一个词啊？怎么说？英文词。刚才你说来做表演，那你做一个表演。Run the fastest you can, you can catch me, I'm gingerbread man。 好，我脚热呀。对，故事里面词。为什么弟弟都哭了呢？好，跳脚去。肯定撞到墙了，输了。去你在摄像机前面，你再表演一个 run run 那个好不好？ No， 我那个我唱的那首歌也是一个游戏，也是一个游戏啊。那你唱一遍。照亮我的天，照亮我的心，Charlie catch a blackbird can catch me。好，重新来最好了。
也要给他演戏啊。所以说神奇。你们两个带着弟弟，你们三个玩个游戏吧，好不好？一个男孩子做什么游戏啊？啊？哎，这个钢琴我不喜欢我，不喜欢我玩它。你不喜欢他，他不喜欢你。你不喜欢他啊、哦？不，他不喜欢我这样，他不喜欢你。刚才我想没声音了。Because your eyes, nose, lips, every look and every breath, every kiss still got me dying, still got me crying. Because your eyes, nose, lips, every look and every breath, every kiss still got me dying, still got me crying. You wish me well.You wish me well. I wish you well. I never wanna look into your eyes again. No, I never wanna hear you breathe again. Let me go, let me go. Baby, tell me this is the end. Because your eyes, nose, lips, every look and every breath, every kiss still got me